袁玉，职业中医师，孔氏游龙针传承人，清晨中医和平馆康复科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清晨中医袁玉。气郁体质的患者可以服用理气解郁、调理脾胃的食物和药物。下面为大家介绍两款代茶饮：合欢玫瑰舒心茶，合欢花三克，玫瑰三克，柠檬片两片。首先将合欢花和玫瑰用热水泡20分钟，之后放两片柠檬片，具有理气解郁的作用，可以缓解情绪紧张。第二个，甘麦安神茶，炙甘草三克，浮小麦10克，红枣6枚，酸枣仁15克，椰胶藤10克。此方具有疏肝解郁、宁心安神的作用，适用于具有失眠多梦、心悸盗汗、烦躁焦虑等人群。我是清晨中医袁玉，我为健康代言。